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黑频道。昨天呢，我没更新节目啊，昨天呢，我在忙着其他的事情，可把我给忙坏了啊。这个有1000个人呢，跟着我去学习区块链，探索区块链。哎呀，我忙那边的事情就没做节目，大家包涵包涵啊。今天给补上啊，心态变了，心态变了，哎，轻松一点。聊什么呀？聊这个明年呢？美国还有选举啊，这个灯塔国的选举啊，可不光是选总统，可不光是选什么奥巴马了，选奥马黑了，奥黑马了，还是选川大爷了，选希拉里了啊，瞌睡虫总统了，可不是光选这些，这只是在白宫里面啊，要在里面住的人啊，在其他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是什么选举啊？那就是。中期选举，也就是国会选举，也就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。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朋友们有多少对于这个概念是比较小白的啊。就是说，咱们经常聊时政啊，聊这个什么三权分立啊，不是三权分立，那哪三权啊？我只相信很多人应该知道是哪三权吧？啊，也就是最高法院啊、白宫啊，还有这个国会啊。其实呀，这个国会它是最重要的。国会可以说是民意的代表，但是怕什么呀？怕就怕那些啊，这个国会啊，它绑架民意啊，这就很操蛋了。你说这个三权，哎呀，其实还有个第四权，第四权是媒体啊，像扎克伯格，哎呦，推特，哦，李飞飞，哎呀，谷歌，油管，这都是他们团结得很啊，他们都是第四权呀。啊，然后他们再结合着啊，这个白宫啊，国会啊，最高法院呐，哎呀，一提最高法院好伤心呐。川普提名了好几个大法官啊，把好几个大法官啊捧上位，结果一个个全部都在背后捅刀子，我的心都碎了。一提美国的最高法院，我的心都碎了啊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呢，他在位只能够在位2届啊。当初啊，华盛顿总统啊，做了2届之后啊，死活都不愿意继续做了。我再当总统啊，可能就要成为国王了啊。那干脆这个传统就保存下来了。哎，直到二战时期呀，出了个例外啊，那是罗斯福总统做了4届，做了4届，然后终于翘辫子了啊，终于让位了。哎呀。一提到那个选举啊，历史啊，我又想到了当时是谁是杜鲁门跟杜威啊，这两个姓杜的在竞选总统。哎，当时是蒋介石啊，正在准备打内战了。那时候呢，他本来是把宝押给杜威的，啊，杜威是极力的支持蒋介石的，极力是要消灭共产主义的。但是呢，结果呢？结果就是杜鲁门就是大爆冷门，当时杜威是热门人选呢，结果杜威却没有选上。哎，这里有没有什么猫腻呢？会不会在4、5年的时候就有猫腻呢？哎呀，这个历史的旧账呀，这不好讲了。为什么说杜鲁门就爆了冷门了呢？哎，这个美国的共产党在美国在4、5年的时候有没有？哎呀，这要扯就扯阴谋论了啊，也没证据啊。这所以说呀，这个美国的总统啊。当时就是杜鲁门啊，上台之后呢，啊，通过马歇尔调停，啊，马歇尔就是非常强硬啊，你国共打内战啊，我美国的装备，我沉到太平洋，我都不给你蒋介石，马歇尔说的，啊，所以呢，蒋介石就败了，国民党就败了。其实呀，再烂的国民党的统治啊，再烂的中华民国，总好过一个共产主义中国吧。哎呀，这就扯历史了，这就扯选举了啊！就是说呀，这个罗斯福总统啊，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任期4届的总统啊。那么提到这个任期呢，像这个美国国会啊，议员呢，我尼玛终身制啊！我操，终身制啊！佩洛西他妈多少年了？哎，这个佩洛西他有没有缴过1分钱的税呀？佩洛西这几年投资。我操，每年都是超过100%吧？啊，成功率好像是多少来着？人家索罗斯，人家巴菲特，年这个收益率能达到20%啊，这了不得了。
但是佩洛西他买什么涨什么，我操，他真牛逼啊！比炒比特币还厉害呢啊！我不是玩区块链吗？啊，你这个你佩洛西你牛逼啊！这活了半辈子没交啊几毛钱的税啊，成了亿万富翁了啊！还有那国会的那四人帮啊，啊，要感谢社会主义，感谢共产主义啊，让我们这些议员呐，左派议员呐，都成为了百万富翁。你看吧，像 AOC 那帮人，80后，我操，80后。以后在美国国会可能可劲折腾了啊，可着劲折腾了啊！奥马尔那帮人，布莱特那帮人啊，可能折腾了。这个议员他妈的是终身制啊，是终身制啊！想过没有？你想想，这个国会这四人帮，他要是在这个美国国会里面一待，待到老，想想都害怕。想想我这个都没力气做节目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！那么咱们看看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吧，2022年的美国选举啊，维基百科啊，轻松一点啊，将于11月8日举行啊。现在呢，就是还有一年呢啊。我为什么说我提前一年我就要做节目呢？哎，大家提前一年就要做准备，要做准备啊！在美国的朋友们，可能现在我最近这段时间做这个中国的话题比较多啊。美国的观众呢，就是比较少了，流失的也比较严重啊。但是这期节目呢，我不知道美国的朋友能不能看到，或者说我的节目只要一沾上"美国"两个字儿，马上这个油管啊，他就给你，哎，这个就不要推送了，就不要推送老黑的节目了，哎，就不要曝光了啊。我的粉丝里边，我这个16万的订阅，可能90%的人都收不到我这期节目的推送，都不知道我做了这期节目啊。2022年的美国选举啊。美国众议院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4个席位将全部展开角逐啊，39个州和地区州长以及许多其他州和地方选举也将展开角逐啊。这将是继2020美国人口普查之后第一次受到重新划分选区影响的选举啊。怎么说呢？对于这次选举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倒真不好讲。其实我现在我还是蛮悲观的啊，蛮悲观的。我为什么悲观呀？看一看纽森啊，加州州长纽森啊，连任罢免失败。哎，小土豆连任啊，所有你不希望看到的事情，他们全部都发生了，你能不这个受打击吗？但是呢。并不能因为受了打击你就躺平，你还要得做出点事情来。我特别的要求我美国的朋友们啊，怎么说呢？支持保守派就是说红州啊，共和党的州继续让它红啊，蓝州呢争取翻红，争取翻红啊。这个事情呢不可描述啊，这个节目呢也不好做啊。你看看这个啊，什么红州、蓝州了，蓝的蓝的啊，这几个州啊，嗨，不可说呀，不可说呀，亚利桑那州啊，这么红的州啊，这是啊，这新墨西哥州吧啊，亚利桑那州在这里啊，我搞错了，那美国的地理毕竟还不是像中国这么熟悉啊，那明年怎么着还得。动动啊，你不能躺平啊，是吧？你不能够任由他们宰割呀，是吧？这个话我还要怎么说？不能够明说吧？今天看这句话还是很有意思的，很悲观的一句话啊。这个世界终究是傻逼的，没办法，他们人多。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傻逼们的，没办法，他们人多。美国也是啊，美国也是傻逼非常多的呀，一眼望不头，一眼望不到头啊，要不然的话怎么会这样啊？光上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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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个卵用呢，美国的茶党早就磨刀霍霍了，但是，哎呀，竟无一人是男儿啊，你看 AOC，2035年美国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，AOC 流下了鳄鱼的眼泪，演戏呀，戏精啊！你这样的人，你让他留在国会上面，你不想方设法把他给赶下来，
让他再继续祸害美国，祸害全世界，祸害美国就是祸害全世界呀、啊！哎，美国的经济这半年啊、多长时间了？2月到11月啊，这9个月啊，那祸害成这个样子，那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啊！美国经济烂成这样，美国经济烂成这样啊，造成了啊区块链的繁荣啊，这就是趋势啊，风口浪尖啊！所以说，我要把这个。这我也不是重心转移吧，我得多分一点精力到我的那个区块链领域啊。对于时政这一块呢，我不知道明年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但是我希望美国的朋友不要躺平，积极的参与进来啊，该拜票的拜票，该宣传的宣传啊。为什么说美国现在这样，还是不放松啊？明年的中期选举啊，明年的中期选举，如果说再失败了，那就大局已定了。哎，人类将步入这么一个漫长的暗黑时代，double 暗黑破坏神。那好，那就先聊这么多吧。啊，能听懂的就听懂啊，听不懂的我也要懒得再说。现在这个言论环境啊，哎，哼哼，不可描述，不可描述啊，你们都懂我。那就先聊这么多。